大家好，我是亚红叶，这次来打红叶。嘿，奸邪凶恶的红叶，不好打，真的不好打。我被他那个什么即时效果打得不要不要的，哇，真的是有够难打的。但是不过没关系，我们再来挑战一次。我是带双罗蒂，对，罗蒂轰比较快啊，对，好，大致上就这样子，好，出发。首先我们来解那个土兵光暗，嘿，土兵光暗。我每次看到这个就很烦。就是一定要等他转头才能打。来，先给他觉醒，魔导力觉醒，零全扛。零减伤加回血，减伤还回血，零小心。你摸他，好困在防我。黄昏的守护，给他拍下去就对了。然后我全军就是硬邦邦给你打。OK， 我主要只怕急死，他这种小攻击对我来讲是雕虫小技，也不能这么说啦。来，停下，然后重生八秀好了，就是要集那个极限技，容易重生。回魔，前防，继承波动，我干这个继承马丁之力，然后加混元波动，真的是痛到让你掉渣。真的是痛到你不要不要的，我断了。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这个都没关系。你要紧啊！反正他两次就一定消掉，主要是我们家的 LV 已经挤满了，这是值得庆幸的事。他只会一直加防而已啊。呵呵，你这样洗好体洗，来啦，都是很会轰，是不是？那打红叶要注意的是，每三回合会有一个陨石，会有一颗陨石，会有一颗很强大的陨石掉下来，基本上挡是挡得住的。好，这回合会有陨石。来看巴那个巴修的坦克还在不在？好，坦克还在，巴修就选择防御。来，零，可以开回魔。然后一样继续上，我是保守啦，我的军事是两回合就做一次。全抗以及上全回血，您可以做什么？您可以继续调线，好，非常好，好吧，轰吧，轰吧，哎呦，按住，一成马丁之力，觉醒波动，觉醒混沌波动。他应该是带走了啦，
虽然他有加防，不过应该是带得走。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！黑暗之门开启，黑暗之门开启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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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！来，八岁硬硬的。哇，八岁硬硬的，哎呀 ，OK OK OK， 挡住了。每三回合巴修要做一次防御，最好是防御。不防御的话也可以，除非你够硬。我觉得我没有防御也是活得下来，只是最好上御步，最好不要跟他拼。你看对方真的很扯啊，一直加防。来来来来来，方阵方阵方阵，你去降对方的攻击力，让对方变小废物。哎，这也是一样。有魔之阵。无缘环流之阵。不管了，我要先开御符。因为我觉得我打很快。他就觉得很烦，为什么那个画面会一直跳出来，对不对？等一下还会再跳出来，因为我忘记把它关提示。那是我那个接通告的那个时间。来吧，轰吧！轰隆隆隆隆 ！My God， 跳出来啦！通告大厂。破浪追会，哦，今后再回合进波动带走，好。哼，我们八修硬硬的，完全打不通我八修。飞埃是一回合满 LB 啦，所以说非常的强势，真的很强势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么强。让我想想看，让我想想看，消防消防，可以加的都加了，可以上的都上了 ，OK， 来，防。回血，继续小心，红啊，这次波动就可以带走他们了。等下还要再做一次软击，当时就是连得很好，怎么会这样？感觉怪怪的。OK OK。好了，不要再挣扎了。然后第六回合有陨石，第六回合有陨石，所以发修防御。陨石，陨石，这陨石可不可以反？呵呵，没有啦，想太多，陨石可以反就好了。哎，崛起，崛起，崛起，轰啊，轰啊，轰啊！
不开白不开，现在就给它开。挑衅，好算了，您去挑衅，哈哈哈 ，OK， 好啦，你活下来了啦，你怎么剩一只？啊，因为我的菲娜是光属性，啊，你啊喂，好，没关系，他活下来也好，但至少没有在第六回合同时离死，也没有同时陨石，那我应该会活得很开心。OK。好的，好的，进入好玩阶段，真的是好玩阶段。来开波动，直接开小波动就可以了。全看。零，黄昏的守护。零，可以干什么？零，开始进攻。哎，小波诺把黑暗使徒带走。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。因为我的巴秀跟菲娜是反击死，所以基本上可以挡。没有怕你啊，怕你啊！反击打得好心酸哦，天哪！早知道不该装反击了，真是打到迷宫体里。让我看看哦，来再来一次。我觉得要慢慢打，因为他转头之后会有一个，他有个斜线呐、啊，斜线的话会很危险。最近慢慢打，打打到怕就好。哇，这个是怎样破图了啊！天哪、啊！黄昏的守护，外面好热，要变烤地瓜。嘿，怎么没有补血到？真压抑！巴修，巴修，巴修，活下来！巴修，我的家巴修死掉掉了。啊，没关系了。哎，这样没有补血到，太尴尬了。哇靠！尴尬。重点是我破图啊，怎么会这样？哎呀，这种模式好像比较帅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
让我想想看哦。挑衅好了，最稳的啦，你们都给我去挑衅就对，比较稳，输出靠他来打就好了。来看一下，哎，魔导力觉醒，魔导力觉醒。好，稳稳的，稳稳的，稳稳的，来来来来来，看你啊，看你啊，我巴修站起来了，这是一条活龙啊。来呀来呀来呀，哇，哈哈哈哈，就死掉。怎么会这么痛？就是因为陨石没有用防御，所以他塌了。好。我记住你了，因为没防御到，来回我。嗯，那我想一下，再转杠。抠抠抠，这还要帮他重新再上一次，真的是有够麻烦的。那让他硬一点，没办法。对方的攻击力真的是有点高呢，偏高。我在想，要不要用波动打？算了，我用小波动，我怕打太痛。OK， 现在第几回合？第十回合，九十十二十二，嘿，哇，糟糕，好像是。好样。其实基本上红月都不能降，好好讨厌啊。好吧，我们就慢消吧。现在不能降攻，降防呢？降防呢？防也不给降，好，防非常好。你太凶了，你 OP 好，我让你。哈哈哈！啊，你 OP 啊，不知道说什么。你 OP， 我让你，我让你。哎，这次要打痛一点了，就要直接痛死他。干，这种画面界面第四玩哎，太特别了啦！那种破图破成这样，啊哈哈哈！不要乱来，不要乱来。嗯，没有，别让打爆他了。干，我觉得血性有问题耶，他怎么溜那么快？真的我有预付啦，来来来，看看可不可以撑住，看看可不可以撑住。
撑住，撑住。哦，真的是实在是有点刺激。OK， 还是活下来了。活下来了。那你看一下，保修，接下来会有一个陨石，把你防御，长短挑衅，英勇之态，黄昏的守护，英勇的姿态，非常好。名字都非常棒。来，自杀。来，回血。哎，请看。停。下回合。下回合。先魔导力觉醒。不急啊，那个就是不急。不急，慢慢来，先把节奏打回来。我们家军师我会干掉，太干了。来吧，陨石吧，陨石吧。哦，我们家坦克飞走了。我们家光战飞走了，好尴尬。光战竟然飞了，那我想一下，光战飞走了，陨石没了是可以来谈物理啊，我相信我全军够硬。让我想想。因为现在是没有预付的状态，加上我不能打他，打太痛了，啊！45，不然我又不能把他打血线，真是的。看一下，什么动画？那召唤幻兽。不使用道具，那我先丢幻兽，真是神兮兮，来幻兽，不是他，这种时候要丢哪一只？丢雷好了，然后一道大的，好 ，OK， 零黑魔，加防回血，OK 的，非常的稳，稳爆了。攻属性呢？
了，挡得住了，挡得住了。呀，有种咬死我啊！哎、我们家八秀硬硬的，他自己回血，好，非常好。哎呀，回不来呀、啊，好尴尬、啊，太尴尬啦！这打下去就血线了、欸。然后十五回合陨石，陨石的话，我想想看。群一副先上了，不管了。我先管他血会不会过血量，反正我觉得还是要开预付。好的，这样直接轰了啦，干我管他的，要死就一起死，这样子，是这样吗？反正他都要过血线了，对不对？反正有预付，有预付在，有预付在。我想想，活力。哎，有这，管他的，轰了啦！推走我啊！就是会趴掉。哎、欸，活下来、欸！哈哈。好了，我们观战回来了。哈哈哈。这是什么画面？啊，防空的守护。来小心！来，我先回魔。应该是波动可以吧？因为现在是都还在了，我的衣服都还在。只怕打不死他了，够啦！相信我们家的蒂娜。啊，我忍了，真的没办法。还有点卡、啊，来点子升级吧，等他小只的打一打，应该就过了。欢迎回满月，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，十五回合啊，好痛啊！哇，哈哈哈哈！八秀直接被砍死了，死两次，好 ，OK。哈好棒，好棒，来，重整这里。
哎，爬起来。让我看看哦。现在对方是处于一个毁灭性踢笑状态，来，哇，死徒，但我没有什么单体可以打他的，全部都范围的，我天哪，让我想想看，不行，是可以再把这两只刷掉了，然后再招新的，但是我怕红叶会先死掉哎、欸，这尴尬，这要怎么消他的血、啊？来光属性，慢慢装，慢慢丢，把它丢到残废。把它丢到残废啊！把暗死徒打到残废，剩下这两只就好解决了，这个应该就带走了。哦，可以。活下来！大家们撑住，活下来！拜托啊，能够打得这么刺激的，虽然不是打得很好，但是我相信我打得已经很好了，我觉得我已经打得很好了。好了，接下来就是把暗的轰到残废啦。来，把它轰到残废。可以，慢慢聊。OK 的，稳稳的，稳稳的。哎，因为你死掉了，所以换成你挑衅，然后您继续同温的守护。18回合，八秀防御。应该是过了啦。为什么？反正幻兽，有我幻兽丢了。可以了啦，42%应该是带走了，对，应该是带走了，可以。带不走就我的问题了。哎，魔导力觉醒，下一波最终大关键。您没魔了，那我想想看，您回一下我。看一下。
好，上上上上上。来个精神。OK， 万事一发。OK， 完全 OK， 顺序 OK。来，我们叫硬硬的把秀可以挡住一切。来呀 ，PK 啊，打打，你给我打打我。有防御，很好。活下来了，很好。觉得他法术真的太多了，可是红月不怕物理啦，加塞。好了，没关系了，看巴修修太，可以了，来巴姆特，被迫就是带走。快走！来，魔力提升。他不带走我认好不好？我绝对认。喷下去还不死，我不相信这只暗骷髅不会死，他绝对怕的啦。看他一脸软趴趴样，对呀，红叶也是软趴趴，哼，全带走，哦，好极限啊，打了19回合，破图了啦，可能要关掉了。我没有按吗？哈哈哈哈，我失误了，我竟然没有按。好啦，算了啦，下次再解按。我没有按，不行，太脑残了。来给大家看一下装备，我看这界面真的好帅哦。对啊，白闪观战，然后发修全部成金榜啊。对，因为我有可能就是光战死了换他发修坦，对，所以是金榜，然后主要是月氏之盾，就是可以换掉啦，我以为。魔法可以打帮忙打小兵，就根本发现就不是，你可以换成更硬的，你知道吗？换这个也行啦，对不对？这样感觉就比较好一点。虽然没什么作用，基本上应该是换这个啦。对啊，这个有加那个抗性，对，基本上换这个会更猛。如果是换成这样的话，会更好打，因为反击根本对红月无效。好。只是浪费我很多时间而已。哎，鹿神灵啊，我们家的罗蒂很简单啊，大致上就是，其实他可以成不成魔功啊，因为我没有怕不小心打死他，所以会撑点血，其实基本上不会，所以他可以再撑少许的魔功，你可以再给他一个啊，随便啊，再给他一个加30的，破千的数字比较好看。一样就是基本配置，血量的部分的话，我可以再换的，换成
更高的输出。我相信这样会打更快啊。那他陨石丢下来，我是说真的，我八球去弹，穿红，但是还是有缺点啊，怕会死的，所以最好还是有点血跟金啊，血跟金会稍微好一点。刚刚那个十字架呢？对了，女神十字架。好，大致上就是这样。这样的配套我觉得是最稳的，因为血多魔攻也高，顶多就是冒险者这个换掉而已。然后军师就是全身就是金防血，好这样子。菲娜就是金防血，有点输出了，金防血，金防血。所以我的因为波动，我的混沌波动打下去，我飞安应该是一回合满 LV 啊，我的 BL 是全满的、啊，对，基本上都可以无限放，但是还是确保比心慢慢打，我是已经打很慢了，不然还可以打更快，打更快就是从头到尾一直红而已、啊，那没什么，大致上就是这样，好友带裸地，这样子打，好啦。但是红月挑战成功啦，只是哦有一个成就没接到，我竟然少放一个暗，可能太紧张了忘记了。好了，没关系啦，感谢大家这次收看，下次见，拜拜。